我化妆包里有什么？一定会有吸油纸啊，因为我觉得啊，我们上妆之后常常就是要吸油，不要让脸上亮亮的。唇蜜是我最近的最爱。没有开玩笑，紫缘油，我觉得紫缘油很重要。睫毛刷，刷睫毛，如果有种睫毛的人都知道，睫毛刷是一定要的。眼线笔，然后眼药水，因为我眼睛。